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岩精舍清净义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。40多年来，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，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。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。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，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乡寺主持莲合，我分别是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袂用，而且经文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禅林宝训第151集。直接的问题安尼讲，人情世事，何何关键？就是讲，待人接物呢，应该安怎处安怎写？应该出于仁慈宽容，啊，以下起迄个刻薄待人。因为这人慈宽容刻薄呢，都是灾祸和福禄的关键。刻薄你就会有灾祸，啊，人慈宽容就会有福禄。佛门来讲，阮讲话主持之要，莫善心，出邪，出邪之结定于内啊。安徽之名定于外，然安徽一日之安，非非一日之危，该将即将，不可不察。以道德主持，即道德；以礼仪主持，即礼仪。以刻薄主持，即怨恨；怨恨即中外离别；礼仪即中外和悦；道德即中外感福。是故道德礼仪协，即中外乐啊，刻薄怨恨结，即中外哀啊，有哀乐之感，何可使用矣？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讲。法官上书安尼讲，做主持的要官，就是必须先审判，应该出仁义道德，爱写起迄个
刻薄苛刻。那这个要处啊，要写呢，是由心来决定。啊，处写结果呢，迄、那个安乐也是为难，就是表现伊外面啊。然而，安乐也毋是一直所想的安乐，而为难。危就是危险啊，难就是灾难，也毋是一直所想的危难。这拢是累积渐渐来成的，所以日常袂使无心察注意。如果一个主持是照迄道德来做主持，得累积迄道德，啊，依照迄戒律礼仪来做主持呢，得累积戒行啊礼仪，啊那刻薄刻薄。去做主持呢，得累积万行，万行积久啊吼，时来时外的人，拢会离心背叛，那讲众叛亲离啊，礼仪戒行吼，累积久啊，得时来时外拢会安尼，气氛就和和气气啊，大家欢欢喜喜，愉快如约。三正常或者六合敬，该好动手，大家拢修改啊，六合的和和气气啊，就去欢喜心，无争大无小的小怕。啊，道定啊，累积久啊，时来时外，都大家拢会感动感恩，啊，对你敬服佩服啊。所以道定礼仪哦，气氛啊，融洽，就是讲有照道定礼仪行嘞。时来时外，都和乐。啊，那做主持刻薄。这个万幸，万幸到极点呢，内外都拢会发生悲哀，悲惨的代志，悲哀，所以悲哀也是何弄呢？这款感受哦，就是迄个结果的灾祸。含福禄的报应啊！一旦万幸，大家心内悲哀，就会变灾祸了。啊，你呐，行道德礼仪，大家和和乐乐，就会得到迄个快乐啊，福禄了。中庸就安讲，宁以有德。而尊啊，不离宁以有德而死啊，不离无德而存。讲这些人爱讲道德仁义，嘛修道德，尊做三家无分家死也不要紧，啊袂使无讲道德去修家头体做歹，安尼尊伫世间也无价值啦，论语安讲，德不高必有人啊。一个人若有道德，至德就是有一份爱心，对别人有爱心的。安尼吼，你有道德爱心吼，就袂孤单啦。一定有遮侪人欢喜向你做朋友来亲近你。安尼吼，人就是遮侪啊，做边仔的遮侪人。
宋朝文甘露安讲：“生死已在啊，不着已得；福人已失已地，不着已立。”讲这代事要做啊成哦，那要甲选迄个多才多艺的人哦，真正能力真好，但是吼、哦，还佫不如找迄个有德行、有道德、有爱心的人。哎，要使人心服口服哦，用迄个价值啊，用心机价值去要服人诶，啊，不如用讲理诶，啊，安尼以心力心诶心服口服，啊，无是表面诶服。中庸安尼讲，君子先信服，信服对啊。有德自有人，讲一个正人君子吼，拢特别注重这德行、道德、仁义哈。你若道德有迄个爱心，就自然有人肯来去帮。到开始拄仔讲，必有人啊，一定真正遮济人。孔子家己安尼讲：水至清无鱼啊，人至察无贫。迄溪仔水若伤过深吼，鱼仔拢带袂住，拢毋敢带遐。伊爱走去遐落落有通味诶所在。啊，人嘛是安尼，人若至清啊，至清就是讲明察秋毫啊，吼啊，目睭点点斤斤计较哈，点点清啊，即款人吼、啊，会迄个朋友啊。拢走了了，众叛亲离，亲离啦，无人敢亲近你，因为你太认真，所以做人爱含糊一点嘛，敢食一点亏。吉祥经来讲，当相信乎啊，时必若己啊，己所不行，勿施于人。风中雷律，和顺中节，不相犯相。讲大家相处呢，应该爱少信任，爱互道啊，唔通刻薄个。时必若己个，看到别人，甲当作家己个亲人，将别人看作像家己个亲人啊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家己做袂到，唔通强要求别人一定爱做得到。方丈咧，汝就是讲爱重视即、這个礼仪戒律规矩啦、礼节啊，安尼吼，大家和和乐乐啊，孝顺，就是讲无当遐交结。咱讲人做伙嘛，交结结，就是大家袂好气。爱重就是爱重视节，重视家己个节律。食就是咧食，不相怨相啊，唔通大家做伙啊，都当遐烧怨恨、扣恨，相就是烧过啦啊。上师安讲，安民以惠啊，利民怀之。你若要使老百姓当安呢，就爱施恩惠啦啊，做往迄个人情，使老百姓吼，伊就会安。黎民就是老百姓啦，哈、啊，伊在感恩怀就是怀念，心内感恩怀念，啊。列祖安讲，天下兼相爱则治啊，交相恶则乱。讲天下诶，众生，天下诶人，那会当啊，做兼相爱，就是讲。除了爱家己的人，佫会当兼爱别人的人。那自家讲，乐我乐，以求人之乐；忧我忧，以求人之忧。照顾我家己的亲人、老人，当爱甲为别人的老人；照顾我优秀的后辈，爱当照顾别人。安尼，就是兼相爱。安尼吼，天下就会太平，治就是治安好，啊。啊，交相恶就是大家相处啊，定当遐交心斗角啦。恶就是
存迄、那个，就存迄、那个，大概是恶道就对啦。安尼天下一定大乱，伊就是戒经来讲，诸心即是一切安乐之因缘呢。世间要安怎带人得到安乐的平安快乐啊？就是大家存这慈悲心、仁爱心啊，就是咱一般讲爱心。但啊，存爱心彼此关怀吼，天下太平就真正安乐啊。啊，伊若无慈悲心，就是要自私自利啊，争端啊，计较，天下就大乱啊。吉祥经来讲，人有戒德者，感动诸天龙鬼神，无不尊敬。讲人咱人啊，持守佛戒，戒行清净的，安尼吼，感动遐，毋是讲比啊世间人感动，就是遐天龙八部吼，就感动啊暗中甲你护佑、保庇，拢会尊敬。海潮主人讲：“各级君主啊，处己以德啊，以爱人以礼啊。从古以来，君主接人，处己就是讲自己呢，爱讲道理啊，以道理做人啊，处爱人以礼，爱用迄个礼节去关爱别人，对别人爱讲礼节。”法句经来讲，人善行礼节，礼节啦，上敬中道者，是乎自然清啊。色力修而安啊，讲一个人来当行这个礼节，在佛教讲的是。爱修戒律哈，安尼哈，爱当常常尊敬迄老人、老伯、长老、老伯安尼哈，你就会当舒服，就是四款福气，自然就会增加。对四款福气，就是下骹咧讲色啦，毋是讲理性啊，是讲气色啊。你若安尼吼，你个气色就会较好。力就是讲，有体力，身体用袂够咩？修就是当会修，你无听讲人家修，咱心脑仁慈心、爱心就会当会修。安就是在平安，袂够代志啊。佛教经来讲，若人能持正戒，时节能有善法。若无正戒，诸善功德皆不得行啊！讲一个人哦，来施行这个清净戒律啊，都自然有善法产生。因为你持戒的，无去犯戒，无去犯罪，无去侵犯别人，所以都已经是一个功德善法了。若无正戒，这人呢？人修戒或持戒呢，诸善功德皆不得行。一个人唔修戒，后辈犯戒，安尼就功德拢失了了。不但功德失了，犯戒搁做罪业，啊，所以功德拢生袂起来。今仔日王所闻经来讲，一者持心戒，二者持口戒，三者持意戒，必成就法体。所有世界就是修这三业啦。第一，身体世界就是无恶别杀生、杀害生命、杀人放火，无偷窃、抢劫、绑架，啊无男女邪淫无别来，这是身业修个清净。第二，修这个口戒，口戒就是这嘴吼，无恶别。恶别做口业，咱讲妄言其意恶口两舌，讲白贼话诈欺拐骗，迄即马诈欺的足侪，迄就是讲用一支嘴吼去
去欺骗，迄种口业食重，爱特别注意。迄早起，你一日电话吃济，你唔通别相信啊！若要叫你身份证号码号，讲你有通领钱啊，啥物？你啊做，你犯到一条，伊是法院要来甲你讲，你着爱先提几十万啊，你也有代志，迄种唔通相信。你去咧政府机关，你拢毋是往人安尼来讲，往电话来通知，伊会往单互你，会通知单哈，毋是无单拢毋通相信。所以讲袂差早起，啊第二恶口是袂通恶毒的话，互人忍袂掉。第三，两舌就是挑拨离间，使人啊反面啊想袂想下。第四。啊，这第一就是讲，讲迄个花言巧语，教歹囡仔大细，讲黄色的，教火毒火炎，迄种口业，所以口业爱信的。啊，第三修意业，心内通起贪嗔痴，看到好起贪，看到无欢喜的，真灰心发性地，痴就是无痴。这三业若修清净啊，必生净化体。菩提就是果啊，就是咱的身份啊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下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有经足深，所以法院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今已经翻译129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加结缘，啊，那是在家技术随意传都有寄好。到即满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正少回来加好。迄日嘛是啊，一个林技师，带有迄个陈金鸿教授个介绍来加好百几本。即、這个，伊讲即满华侨界看佛、看中国文个古文拢看无啦，啊去大陆、台湾世界讲要找看有白话。啊，皆拢结果拢无理想，啊，由陈金鸿教授，陈金鸿教授伊是佛学专家，伊英语真好，拢便是用英语咧讲佛学。啊，由伊介绍出来，加讨百几群讲要伫马来西亚设一个国际网站，帮我佛经啊全世界拢收会到。安遮若有一点收入，就拢印经送无咧卖啊，搁救济救难，搁收几啊高字，搁用伫两台电视方法。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人，将你将想要出家，培养将来当为佛教弘法利生。我伫电视所讲者，因为出版电视讲演只有九本，各位若有事啊，使卡电话来本事。俺遮头一间就是正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副金公主，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请南海观世音。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遮大灵感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仰望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一方智众前来朝礼。新超弘寺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士修班、修养护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一方大德来扶持。画卦号码：0044858四，
五名新消防师，电话控制6312291，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处处是道场，时时听佛法，人人拢圆满，世世证菩提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咱先话要办生命电视台呢，因为希望咱岛的客厅就道场，拍开生命电视台就听到佛陀的教法。那先话在咱岛的客厅爱有道场呢，因为咱爱好好啊听咱的囡仔。好好啊，友好咱的父母，阿公阿婆要好好啊，忍辱互相亲密，这就是修行。所以拍开生命电视台，希望咱岛的人大家拢合调，大家拢互相慈悲，也互相包容，产生一个快乐的世界。咱岛的快乐，社会的快乐，世间的快乐，这个世间都无在了。所以各位，拍开生命电视台，家庭的圆满，世间的平安，阿弥陀佛。好奇好买1996-52321996-5232好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30系列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8月28日星期六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05-633-1565。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药师如来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启建梁皇宝忏孝亲报恩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自9月14日星期二起至9月19日星期日止，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05-633-1565。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每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